一点。谁啊？好了，开一点刹车就好了。可能体力吧，还是肌肉？等一下问他一下。谁？休息啦，一定是累了。我今天都一直丢到这样，然后倒转，然后笨的。重心，重心，你的重心的问题。重心再往前一点点，你这样子就比较好一点。怎样？怎样？低一点，外侧放低一点，松松的，外侧放低一点。需要回来一点，因为你是做太多、喔。对，我是左脚超用力。好，那就两根一起，两根一起。对，两根一起啊。嗯，不要太用力，跟着他走就好。这样子拖拖拖拖拖。两根被他跟着他走。没有，转过去没关系，不用怕。等他们走远一点，等他们走远一点。啊，这，你跟我的左转不顺的症状是一样的。不然你换成放放平举，现在不要再浪费力气，这个先不要，你要不要平着拿？用你习惯的啦，你不要逞强，不要力气花太多，还有下午哎、欸。
可以自己处理就下去好就好了，不行就只好下去。平整啊，你先用习惯的，不要太耗体力。不用管，不用管。你先习惯左右转。就一直叫这个是可乐的这样。
警方会用更多，所以恢复成旧的，消除心理的紧张，不然下午会更没意思。我的右小腿觉得有伤。